现在学习背向左右滑行，背向左右滑行跟我们学过的正向左右滑行非常相像，就是重心放在前腿，指向你的方向，看向你的方向，走，走到一定程度以后向上看，转肩，重心从前腿转到后腿，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不要低头撅屁股，不要这样，正确姿势要背要直，继续走，向上，指向上方，好，转过来了，重心转移到另外一条腿上，向另外一个方向走，这就是一个背向左右滑行的全过程。重心向前腿，好，指向你要去的方向，指向上来，看上面，重心留另外一条腿，好，很好，很好，指向上面，重心留另外一条腿，向上，重心留另外一条腿。向上面，再转另一条腿。我们说过，只要是背对山下，都要使用脚尖方向的刃进行滑行。在练习的时候，如果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脚下动作，刻意去控制板头的方向，效果往往不会太好。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忘掉你的板子，尝试用肩的转动来带动身体和板子的转动。如果你对此不理解的话，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抛开你的双脚，而是将两臂平举，体会转肩带给你的奇妙感觉。这就是重心靠后的悲惨命运，多数时候是因为害怕，想对抗速度造成的。如果重心问题依然在困扰你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个。手抓住前腿膝盖附近的裤子，其产生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你的肩头会向下倾，重心自然而然地移到前腿。
现在我们要学习正面的坐下如何站起，这个最主要的作用呢是在于你下缆车或者下拖欠，你都要坐下把鞋穿好，穿好呢你势必要站起来，这样才能滑。那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站起的时候你可以前手扶住板刃，另一个手作为支撑手，作为支撑手，然后往前移，站起来挺身，膝盖要弯，保持正确站姿。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有的人他不习惯用一个手抓板刃，那也没关系，两个手在后面往前挪，起身保持正确站姿，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学习一种更容易操作的起身方法，跪起。面向山上，双手用力撑起身体，用脚尖一边的刃接触雪面。抬头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关注脚下只能使你的重心过分靠前。站起来以后，两膝稍弯，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单板你首先要把这个板子会穿了，你才能玩得好，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一上山的话，这个就是你的工具，你要学会驾驭它，那你就先要了解它，了解它你才会驾驭它，对不对？这就跟那个两个人交往一样，要先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怎么回事？然后呢，那穿板呢一定要注意，你看上板之前先要注意，我们这板上有两个固定器，左右各两个，通常我们会先穿上前脚的，把脚放进去，后脚的后帮就这个地方，鞋的这个地方要顶住固定器的后托，顶好以后先把前面插进去，后面的带子也先插进去，以后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呢？要系到脚面有压迫感，可以讲就是说系到很紧，系到不痛为止，如果痛了就说明太紧了，这就是穿板，左脚右脚是一样的，先穿前脚，
季后饺子有两种方法，一种你在平的地方你直接这样上来了就可以季了，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坡有一定陡坡，因为你看我们看那个雪山嘛，你看那个雪山它是有一定坡度的，那在比较大的坡度的地方，哎，那就哎坐在地上把这个穿上就好了。固定器拖的时候也是比较简单，每个板子的拖法可能不同，但大部分都是有一个特点，它会有一个脱离装置，就是要摁住它一拉就摊开了，摁住前一推，所以是非常简单，不要硬掰，一定要找到它有一个脱离的装置。可能不同的板子有不同，但大部分会像我这个跟我这个比较类似。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曾经学过正向推板，那么反推板又是怎么回事呢？反推跟正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只是我们这一次板子要倒过来，重心要用力在板子前刃上，就是用脚尖的力量来控制板子运行，方式也是非常相像的，就是膝盖要弯，重心要低，要抬头，背呢要往后背一点，就有点像那背那个双肩包，你做那个拉伸运动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把肩膀要往后绷，这种感觉手自然下垂到两边，这样呢你往后绷的时候呢背可以保持一个直的状态。好，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起来先保持正确站姿，看肩往后，腿要弯，手自然放直在两边，脚跟放下行走，脚跟抬起刹车，脚跟放下行走，脚跟抬起刹车，脚跟放下行走，脚跟抬起刹车，重要就是要抬头，背要直，要看上面，然后在滑行过程中适当的回头看一眼，不要撞到别人，看一眼，然后再继续刹车行走刹 OK。注意抬头一点，对，有一点速度，对，很好，可以，你可以坐下，可以了。最重要是什么呢？不要低头，因为你低头的话很容易造成后板刃抬得太高，而且低头呢在整个滑行中就像正面推行一样，要看上面，总是要保持一个抬头的状况，然后肩是往后背的，还有在滑行中要向后稍微看一下，因为万一后面有人，因为我们单板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后面没有办法，所以要停止的时候向后看一眼查一下没有人，然后再往下退。好，下回注意练习，注意。好，秀梅。像你直滑直行的时候滑行非常平稳，倒滑的时候还有两点跟大卫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滑行过程中要回头查一下后面有没有人。那像你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腿比较直，你看刚才你刹车的时候腿一直就有晃动吗？那就是因为你膝盖没有一个膝盖弯的动作，它少了给你一个缓冲的机会，所以你一旦抬板腿太直就造成了摔倒，好吗？下回练习注意。好，小磊，
好好，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对对，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好，在整个基本倒滑的姿势掌握住了，就是手可以放在两边，膝盖也弯了，稍微有一点低头，这个低头只要抬一点，我想这可以解决。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你可能是因为害怕或者是怎么个原因，你的后板抬的速度太快，就是刹车的速度太快，要刹车要慢，要缓，一点一点。因为作为单板滑行，速度完全停下来是非常难以掌握的。我们单板滑行是减速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掌握的，所以说缓慢一直在动是比较容易掌握平衡，真正完全停止是非常难的。所以如果你脚刹车太急造成完全停止，反而容易造成摔跤。所以下次注意要慢慢的让它保持行走状态，但是不要完全的一下停止，不要那么快。好，以后练习注意。对，保持住重心，保持住重心，对，保持住重心。保持住，好的好的，慢一点慢一点。好，坐下。你重心有点偏移，因为我们现在做练习是一个推板的向后滑行，推板的向后滑行，在滑行的过程中重心偏移的一个解决，很好解决方法就是这个膝盖两腿要稍微分开一点，有一点像蹲马步的感觉。如果你并得太深呢，就会容易造成偏移，不要这样偏，也不要这样偏，要两腿向两侧。那你如果是这样蹲马步呢，很容易重心在板的正中央，其他都是挺好的，减速包括抬头都很好，就是有点偏移。好的，下回以后注意练习注意。小龙，你了。来，注意抬头。来，注意抬头。抬头，对。抬头慢一点，慢一点。对。这刹车要慢慢刹，对。抬头。抬头，对，很好，很好。对的。对，很好，过来，到这边啊。哎，小龙，在滑行的时候，看，你这样倒着向后滑行，不要这样侧着滑。小龙，看我，不要这样滑，推板就是推板，查一下有没有人，再推，然后背要直一点。其他都很好，刹车啊，脚尖控制啊，手啊都非常好，所以下次只是注意不要侧面这样推滑，要还是这样正向的，回头看一下没有人再推，好吗？好，以后练习注意。刘卷，很多人一踩上单板就找到了正向推板的感觉，而反推板却迟迟不能掌握，这里有心理的原因。背对着山下，对身后的危险一无所知，的确有些恐怖，于是不敢抬头，只顾看着脚下。但这恰恰是症结所在，越是勇敢地抬起头看着山上，身体的重心越容易得到控制。倒向推板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呢我带一两个队员下去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看看大概什么样子。好，小龙转过来，翻过来，头往下转肩，很好，对，起来，对，注意，对，弯膝盖，抬头看山上，
好，对对，一点点往下推，看身上，抬头看身上，要保持一个抬头的姿势，对，抬头看身上，保持一个姿势，然后回头看一下山下，看有没有人，没有人，好，可以继续走，对，继续走，好，保持这样，继续往下，对对，往下抬头，抬头看山上，对，回头看一下没人，好，看没人的时候不要完全停住，对，要继续继续滑行的时候看，对，缓慢滑行时候，非常好，对，回头再看一下，不要完全停住的回头，对，继续，很好，继续练习吧。往后推，重心，对，然后重心低一点，手放自然放在两边，对，很好，很好，加点速度，速度稍微快一点，对，速度快一点，回头查一下有没有人，好，继续，提速度快，对，对，膝盖稍微分开一点，对，没错，这个可以增加你的稳定性，很不错。Welcome back to today's show.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on our legs and the muscles of our upper legs today, as we did in the last show. Since the quadriceps is the most requested muscle when skiing, we're gonna do an exercise improving the strength of our quadriceps today. Therefore, we're gonna go in this position.Be sure that your feet are pointing in front. Place your hands on your knee. Try to keep the upper part of your body straight. And then go down, bend your knee. Down and up. Down and up. With this exercise, don't hit the floor with your knee.But do it in a controlled manner, 5 times. Be sure your upper body is straight with this exercise. Now, we're gonna come to our second exercise today. Therefore, we're gonna go in this position. Go in this position and then we'll start jumping.Continue this exercise and then relax. Relax your muscles, make a pause in between. Be sure your hands are parallel in front. That will give you a good start for your skiing experience. Don't hurt yourself when skiing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for today.